好，我们看 SPM 2022 paper two 的第一题 function 的题目。它 f 跟 g 是这两个 function，然后还要 determine whether g inverse 是不是一个 function。OK，so 其实我自己本身呢，可以知道就是说我的 gx，然后它要给我那个 reason 啊，gx 等于 x 块减三。x 块减三是怎样的东西？是这样，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图形。所以 gx 呢 is many to one function。OK，它不是 one to one function，所以 g inverse of x，然后 does not exist。OK，它就不会有 inverse，只有 one to one 的它才会有 inverse。OK，这样给我是这样写啦。可是那个 Yakin 给的答案是这样的，Yakin 给的答案是这样，就是说它在这一边，它的 g inverse 是这一个，然后它就 d 大，然后 do not have inverse，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因为如果我们看它的那个 inverse 的话呢，我在这一边，它 gx 是 x 块减三嘛，gx 是 x 块减三，OK，so gx 等于 x 块减三，然后 let gy 等于 x，then g inverse x 等于 y，所以我就 y 块减三等于 x，y 块等于 x 加三。然后 y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x 加三，所以我的 g inverse of x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x 加三。所以加减 square root x 加三是怎样的东西呢？它其实就是那个 graph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样，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一边是，这样了，对，加三，所以是向后面三，然后这边是减三，OK。So 我要怎样让它有 inverse 呢？OK，这个是题外话了。So G inverse exists if set the domain of the GX become 那个 x 大过零，or x 小过零。OK，大过等于零或小过等于零。切掉它，OK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是 x 块减三，x 块减三，OK，是这样的，OK，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 square root of x 加三，我们知道加是去后面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一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就。我们的这一个，如果它还有一个 negative，OK，这样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一个东西。So for 这一个呢，我们要怎样呢？就是说，如果啦，我在这一边我加多一个condition 下去，就是说我的 x 大过等于零啊，它的 graph 就会变成这样。然后这一个时候，我的这一个就不要有了。然后在这一边，它就是 y 等于 x。然后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，OK。当然，negative 的情况之下，它就是下面跟后面那一边的啦，OK。所以我们要让它有那个什么的是话呢？我们一定要让它是 one to one，它才会有，OK。这一边我把这一个改成小过等于的话，这一个就会变成 negative，然后它的这一个就会变成这样，OK。然后它的这个也是属于它的 inverse，OK，也是属于它的 inverse，这样的也是可以，OK，这样，所以它这一个东西是这样的，OK，so，但是事实上题目只是问这一个东西罢了，因为它不是 one to one，所以它就不会有 inverse，OK，好。然后我们看 B 的这一个部分，OK。然后在 B 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它要我们找 Hx，
So 它的 F inverse HX 等于 GX，所以我的 HX 会是等于 FGX，OK，FGX，为什么它会是 FGX 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左边 F 它，右边 F 它，FF inverse 就变成没有了，OK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FGX。你写 GFX 它是错了，OK，如果你在这一边你说那个 FX 等于 GFX 的话呢，是错的，OK，好。所以在这一边，FGX 的话呢，就是 F 里面有 x 2减3，所以它是一减二，x 2减3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了一减二 x 2加6，然后它就变成7减二 x 2。好，然后 V 的部分，它要我们找 x 的那个 value，如果它的 GF inverse 会是等于一，OK，GF inverse 会是等于一，OK，GF inverse 会是等于一，OK，So 这一题，那我们就找那个F inverse 出来先咯，OK，So 在这一边的这个 info 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的这个 GF inverse 等于一啊，so 我的let F in x Fy 等于 x，then F inverse x 等于 y，然后我就有一减二 y 等于 x，一减 x 等于二 y，y 等于一减 x 和二。So inverse f inverse of x 是一减 x 和二，然后 g f inverse x 等于 g 是什么东西呢？g 是 x 2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g，然后一减 x 和二，然后 x 2减3呢，就一减 x 和二的 square 减3等于一，OK。So GF inverse x 等于 e 的时候，我就一减 x 和二的 square 等于，然后减3等于一，然后一减 x 和二的 square 等于4，一减 x 和二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4，然后等于加减二，So 我就一减 x 和二，所以一减 x 等于加减4，OK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跟上面有关系吗？应该是加减都要有啊，我是觉得加减都应该要有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，我的这一个，这一边我继续下去，就我有这一个什么，一减 x 等于4，一减4等于 x。x 等于减3，然后还有一减 x 等于减4，一加4等于 x，x 等于5，所以 x 等于减3，x 等于5。OK，就是说我在这边我放减3下去，我这个我 check 一下，就是说我在这一边，它是括弧一减 negative 3，然后 over 2的。关减三还是等于一，然后还有这一个一减五，它也是一，OK。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x 等于减三，还有五，两个答案。